来，我们开始疯狂领取邮件，一键领取。你看，这是我刚才拍卖抢到的。他这个领邮件的就很奇葩，是优先从最后开始领。背包空间不足，来，先把这些宝箱开一开。仙丹暂时也不需要，一会儿它都会重复的。主要是什么？主要是这个装备。这系统都傻了，一直在这儿发出领邮件的声音。这个锻造好爽，终于没有邮件的声音了。哎呀，多点了一次锻造失败，这是手镯了，这锻造石都不够了，完蛋。好，锻造石不够，我们就丢到帮派里面去，顺便把非本职业的也丢一下。好，我们再来领取一遍，然后我们再去合成。哇，感谢信很多。来，邮件领取。好，满了。这个邮件领取真的太恐怖了。帮派。我60万的积分，这足见我们丢进去很多很多的装备啊！我直接感谢信再领取。我擦！哦，龙枪武魂，我的天！其实应该还有很多猴子的那个东西还没有开，都在邮件里面去，慢慢领出来。命格不需要选，宝源元宝，哇，那么多元宝，5000的元宝！我这个现实的这个原石，我直接满级了呀！我擦！这个哪来三个的？这个我还多了一个这个原石，多的原石应该可以分解的，好像是这样子。又有一堆感谢信，这南爱星真的是乐于助人呀。来，我们先合成一下。等一下，锻造又有100个，先用一下吧，反正一会儿也要弄。哦，刚84的几率，84加是不是99的几率你都失败了？这个游戏真是作妖啊！不够了，我擦，这个游戏真的是见鬼了！来合成，我擦，合了那么多，9阶都合了那么多，怎么11阶都没有啊？这11阶也太奇怪了吧！这12阶都那么多，11阶竟然一个可以合成都没有。13阶、14阶应该也不少。现在哇，巅峰180阶还可以开15阶的，15阶到时候就不占仓库空间了，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合成。今天到不了，明天我们就可以到了。哇，爽！来，3星的，走你。这个14阶我总是会看成这个11阶去，这个真的很容易弄错。来搞一个战衣，这个、其实可以马上拿去祭奠。我记得我9阶3星的应该已经服装都不需要了。哇，14阶搞一个。好，现在又有超级多的这个位置，来帮派先做一下捐献。9万，哎，这里没有多少。这里有我需要的吗？没有需要的带新装备，可惜。销毁一下，这里自动销毁，我看一下。哎，自动销毁开一下，对吧？它当仓库空间小于10，自动销毁红银星的。红银星的这个不需要，把这个关了。这个谁开的？这个真的是人才。好，退出管理。这个以后就不需要管了。这个游戏还是有一些这个进步的。再来领取邮件。红叶配饰，哇，死机了。然后我发现这个开区开的其实挺慢的，现在才开到这个16区，
证明这个服务其实人是真的很少。你们喜欢吃菠萝蜜吗？我今天去超市买到一个菠萝蜜，特别好吃。我只有小时候，从我热带的那个老家带来的，就是云南有一些位置，像是靠近于西双版纳那样的地方，它是特别的热，就和热带没什么区别，但是它又是雨林那种，哇，现实原始，浪费了，浪费了。链子不需要。有那样的地方存在，它那里的水果就特别好吃。我只有小时候从那种地方，从那种我老家带来的，才特别特别的好吃。这个经验单我们先攒着，到时候如果一起用的话，估计能加很多级。今天是，能不能到180？我估计够呛。再来领取，红颜配饰，对吧？刚才是这个离线分解，把橙色以下的都分了，紫色以下的先分了，橙色也分了，因为左边没有红点。有的橙色三星也是可以继续使用的。哇，力量原石，哇，这些原石都满了。我擦，因为昨天又有这个原石的活动，我氪金但是没有领这个邮件，这个都满了，都买了一个呀，每个都花了30块钱。我操，中间这个也升完，好，这个手套彻底满级了，6.27的战力给力。最后给大家看一遍，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属性。刚刚有人说主播这是亏钱直播，现在这个游戏不亏钱，有的时候游戏会亏钱，有的游戏不会亏钱，然后这个我看一下，力量原石 PVP 暴击60%提高，然后全属性加成160%，啊，这个每个都加160%，但是手套本身的属性应该就比较菜，它不是加成百分比的，它是本身属，比如说这个手套属性是这里的这些什么攻击啊、防御，这些加一点其实也没有多少，因为它本身就低嘛。这个 PVP 最终减少15%很厉害，对 BOSS 增加30%厉害，神圣伤害增加150%，受到暴击降低60%。我靠，这个谁没有这些谁就哇，三个灵魂原石全都浪费了，13个时间原石全浪费了，心灵原石全浪费，我的天呐，这个。我记得这里应该是可以拿去分解的，我在哪里可以看到这个分解？怎么还有这个新的副本？炼化分解，对吧？炼化分解是这个可以去分解一下的，这是多余的猴子，没有了。别的呢？在哪分解？我记得手套也是可以分解的，完了呀，找不着了呀。我记得就是在类似于这种的地方，可惜没找着。战力加的不多啊，冰原石等等，背包应该是还有很多很多的装备，对吧？哇，还有那么多空格，哇靠！来搞起来，再来领取，恭喜拿到这个第5名，这是刚才提示的。刚才提示五令背包空间不足了，哇，这个五令背包空间不足了，这个三星的能不能合成？啊，但是它需要这个奇幻原石，不行哎，奇幻原石，这个白的已经有一个三星的了，其他都是两星，两星没有用。来分解，成星以下的，成两星以下的。红二星以下的打分了，留个白虎。OK，这里强化到100。呀，这个强迫症犯了呀，搞了一个102出来，我醉了。呀，差一点，就差最后一点，不然就全部都110了。再提升一下，现在还是4品，可惜。背包，秘宝。秘宝升下级吧，九霄巡尾。背包服装先不管，全部可以到130，是什么？商城分解是吧？欢迎光临。周一礼包，商城分解是，反正我只记得这个手套至少是可以分解的，这个宝石和手套是一家的，应该也可以分。但是商城分解，获取珍品灵珠，哇哦，在这儿分解啊，可以了，它就可以在这儿兑换啊，这些宝石全都分解了，哇，又多了一些这个格子。舒服啊，宝箱对不对？这宝箱开着，爽，爽，啊，就这玩意儿，我擦，哇，龙枪，啊，这个满街随便选啊，日月精华，剩下的没有了，好，继续领取邮件，奇幻背包不足，来一键分解，全部可以分了，其实这些都可以分，就这么良心。卦象晶石我不需要呀，还提示我这么良心，其实我需要的是什么强化的这个材料啊，好像真的就不需要了，就需要这个蓝色的材料，这个是融合在一起的，这个卦象晶石我已经不需要了，46的这个还不能分，不是还不能升啊，这里再把它，哎，这些还是分解不了，这些粉色三属性的真的是很变态的存在，这里随便升一下吧，把这红点消了，对不对？神器啊，神器刚怎么提示有红点，
哎，太奇怪了。哦，这里是几个石头。哎，稍微强化一下。它这个每个材料还不一样，橙色的是橙色的材料，紫色的是紫色材料。我看一下这个玉琴，红黄精华是吧？对吧？这个就是分，按这个颜色分的，橙色、紫色、红色、粉色，哇，还有黑金的。我这个以后可以升很多很多哎，先领邮件。刚才是别的背包满了，所以没有领到多少。哇，崩派获得了380的这个榜元。呀，有好多没有来的人，我应该把他踢掉。这样的话，我们每个人能分到更多的这个榜元。我们人不需要很多，主要是需要在线玩这个游戏的才留着，对吧？这样才对。我们去踢一下人吧，关一下帮派。哇，12级的，香呀！我感觉我到180级的话，是不是以后开这种宝箱都就只能开出这个13阶的了？那样就贼给力。哇，墨鱼，这里多余了，所以要用上面去分解，选择去吞噬。经验单等等，先留着。我都看到300多个经验单了，感谢信。再来提取，继续锻造。哇，90个也不少了。刚吃了3杯药水，哇，确实。感谢你的提醒。哎，我觉得至少我应该先挂个机，对不对？不然好浪费。不过一会儿8点半可能会有比较给力的活动，我们现在应该先去打一下这个副本。啊，已经快8点半了，马上是什么活动？龙脉争夺啊，这个无所谓。来，这个我们就不去了。我估计今天可能还得再加个2-3千万，应该是 OK 的，但是问题不大。来，买三个这个券，买三个这个次数。我每天这个次数都比别人应该是要多一次的。这里直接进入。好，继续领取邮件。好，一无阻了，再打造。哇，现在打造不了几下，应该丢到工会里面去。哇，我丢了10几件，哇，加起来应该是有20件了，这还是很多装备的，还是要丢一下。哇，豪利来了啊！60块钱，其实无所谓的，哦，60元宝买，那无所谓，更无所谓了呀。来，邮件再领取，哇，谢谢小跟班的舰长，慢慢来，一键领取。空间不足，我想想啊，还是先开解宝箱吧。哦，升了1级了。啊，其实，哎，等一下，我应该先用这个经验单的，这个经验单赶快用起来。哎，这个经验副本之前应该先把经验单使用了，这样等级基础等级就高了呀。哎，我在想嘛呢，在想屁吃，这些差不多能升1级吧？特别是后面几个这个经验单有很多的，很多很多的经验，还没有升吗？哦，升了1级，哎，果然还是很给力的，但其实少了1级，其实问题也不大。又有感谢礼包。这个感谢礼盒是别人来协助我击杀阴阳丹啊，这个无所谓。感谢信点点，邮件继续领取。精灵背包空间不足了，我擦，精灵那么多东西，穿戴哇，3星的，能加多少？加24万，再来，好，加19万，红叶，然后墨染，挨个装备一下，银鹰。这个就是需要很多的耐心。哇，结界兽2个。好了好了，没有了。哎，圆滚滚还有哎。谢谢东探长。哇，感谢各位大大的刷屏。欢迎明天来刷屏，明天你们就可以录到视频里面去了。这里随便替换一下，又加了20几万。这个经验加多少，其实都没有注意看。我感觉我现在应该可以去爬塔。组队副本其实可以组一个。便捷组队，130，130之后还有吗？好像没有看到。哦，180有一个，180到不了了。今天176，最多最多177、178，对吧？哪怕我还有很多很多邮件没有领，但也最多就178了。龙脉争夺，去挂一下机，就进来一下，让我看一下。哎，海天色，哇，这个是那个跨服的一个帮会，这是跨服帮会的，我们还是要站一下，这个还是要站一下的。这里。那个帮会是很强很强的，我记不得它是哪个区的。体验卡过期，立即激活，对吧？立即激活，这个是抽奖啊这是新的抽奖，今天有新的抽奖吗？我们一会儿抽一下。
稍等，这个活动结束，我们优先领完之后我们抽一下。这个活动的话，资源鼓舞，这应该是对我们自己提高吧，应该不是针对所有人。掠夺龙脉是在这儿，对吧？水云刹是18伏的，冲突17伏，秦永恒这是我们本服的，海天夜色啊，他是15伏的，来参战。哎呀，可惜，来属性鼓舞，我们发起了这个掠夺，这个鼓舞还没有做完呀。资源鼓舞，属性鼓舞，我刚应该做一下这个鼓舞的。今天还没有花元宝，好的，主要是先把游戏领完。来，先去掠夺一下，奎吉塔也在，那这个就直接就没了呀。好，给了1000，我把这个资源鼓舞拉满。准备去掠夺15伏，13与15伏，我带队，他们有19000，海天一色，来防御一下。海天一色就是我们的对手，防御。这个游戏很贱的一个技能，就是刚才用的这个24秒这个 CD 的这个，它现在22秒 CD，这个技能会让我变得很呆滞，在原地放一个，而且那个输出也没有。帅冷大哥打呀，打这个人把他秒了，好防守成功。等一下，你们先去秒，我这里就是要针对这个海天一色，天门，你们谁去？我去一下吧。队伍已经解散，海天一色掠夺中，我就要掠夺你。哎，这个天门也是要掠夺中，我不去，我就去天门和海天一色。我们现在是28000，他们是20000。我天门也上来了，天门18伏的还那么牛吗？天门还比海天一色要厉害。凌霄殿别去，天门参战。哎呀，你们应该让我。这种防守，天门和海天一色的防守应该是我去来。海天一色，哎，他应该是被掠夺了。魔剑不去。10，好。哎，我这个掠夺怎么这个号角没有吹起来？我的帮派正在掠夺中。他这个应该是掠夺出 bug 的吧？等待对方响应。我们去海天一色逛一逛。他们现在这个大佬的实力应该和我差不多，就战力我可能比人家高了2000-3000万，啊，3岁看起来就很菜。来，拜拜，高大威猛，哎，这个1.14亿的，哎呦，真的是和我战力差不多，我是1.34亿，那我应该比他高得多了一些。好，杀死了，哎，如果没有我的话，达威升级他们抢不下来的，这2000就抢不下来。情谊永恒8000，我都懒得抢你。秦永恒，你们去魔殿。我觉得我更应该做好这个防守的任务，因为防守的话，我过去杀一下就没有了，进去很快把人杀完就 OK 了。这个女帝她是2.7亿战力的，对吧？你还掠夺，他们直接死了。好，你看防守就很快，新手指导，像天门啊，天门我也要去，全部都抢。我们这里有我有康斯塔，来杀人，先杀人。兜风姐姐啊，这个也很菜，这个疯子也很菜，那直接掠夺就完事儿了。好，没有了，掠夺成功，我好快啊！哇，这里没有参加。哦，这个游戏我第一次觉得这个活动还那么的香，以前都没有觉得，而且现在我都没有激活我的这个属性鼓舞。如果那个人属性鼓舞满的话，其实还能和我打一打。魔殿啊，都没有机会，主要是我要犹豫一下，如果我直接点的话，我怕进错了，浪漫情缘。好，我们的对手就是这个天门33，海天一色哦，海天一色，比如说他现在是26000，但是他可以掠夺的这个龙脉只有13000了，对吧？是这个道理。我主要是看一下，找一下，哎，魔殿，我就来了。如果是别人来打我，我就会过来。哎，这里是4个人，女帝一个人打我们3个人，拜拜。一个是找目标，然后号召大家一起去掠夺，对吧？这个你们去，另一个是做一下这个防守，这个是不是我给自己的这个目标？好，就差这个海天一色，他这个掠夺是最多的，我们就掠夺他，别的都不掠夺。天门其实还可以再去掠夺一次，天门虽然只有5800了，但是他还是很给力的，一次就能掠夺，说明2000左右。哇，这个蓝色技能就更给力了，瞬间把人秒了，拜拜。好，我掠夺了4000。哇，你歪了！好，
好，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，OK 的。这个时间还有5分钟吗？那么久，天门，好，有我在，哦，3v3，来，快乐就完事了。啊，都是1000多万血量的，疯子2000多血量，你们抢个啥呀？你们就快乐就完事了，是不是？向天门发起战斗，反将一军。这里现在有阶段，由于我们现在积分非常的高，现在我们才要做一下这个防守。我们是不是可以领邮件了？心里蠢蠢欲动。精灵背包空间不足，这里直接炼化，一键选择直接炼化。我加26万，舒服。再来一键领取。人物背包空间不足，哎，有人来啊，那咱就去接个客。哎，我还没有，我刚没有进去，我还以为我够了。哦，进来了，哥，他又在这儿放这个技能，就卡住了。哎，这个静云1.2亿的，哎，我就说他会来吧，这个康斯塔都要被打死了，哇，康斯塔1%的血量，多亏有我，不然我们这个就要被他疯狂掠夺了。你看这些龙脉存量都是零，走你。暴力哥，拜拜！你还暴力哥，你就是个地中地。好，但是也被掠夺了800，我操！但我们应该已经是稳了，应该稳了。五行强化，强化一下，12，海天一色，进去吧。啊，静云，把这个静云杀了，大招开着，把静云宰了。他输出高，打得就快，先把他宰了。哇，我快死了！我擦，他怎么又上来了？我擦，他这血量怎么搞的？大招激活，我终于把他杀了！我的天，他们才抢了146，海天一色，等等，我这应该属性鼓舞拉满。等一下，我们去掠夺他们的，感觉我和昆塔都得要在。哎，Lady 卡卡，对，这个静云和 Lady 卡卡是在一起的。来，Lady 卡卡你先死，我也要死了。我这个静云，我靠，被激活了，我被激活了，这静云先杀了我。可惜了，另外两个人不知道能不能杀掉那个青云。康萨也在的，我擦，这个竟然还被杀了！我玩这个游戏第一次被人打出了游戏，哎，也不对啊，之前和小牛在一起的时候好像也被他们杀过，他们几个高战在一起还是把我围剿过的。但是我们应该是很稳，非常的稳，10万了，刚第二名，直接翻了一倍。注意礼包哦，开一下。红色命格轮回之刃用不了。哦，这些又得重新点。哦，好讨厌。好了，我们继续做一下这个锻造啊。哎，其实我觉得这个锻造可以过几天再搞。我们最快捷的办法不是用锻造啊，是直接在这儿捐54万这个积分，超级的给力，来直接。再领取，然后把这些宝箱开一开。这些宝箱其实我感觉都不用开，因为这些宝箱很多都很相似，他们应该也可以堆叠起来的，你知道吧？你懂我的这个意思吧？然后再来帮派，就是靠这个帮派去捐献，无限捐献，OK 了。再领取，然后我们再把非本职业的捐一下。好，捐了16个装备，还是不少的。准备要做一下这个合成了，再来领取。我们差不多把这个积分，每次，哎，这个只有6万吗？哎，没有装备了吗？邮件，等一下，应该是要我们合成了。我们先合成一下，锻造83个，直接先合成。证明我们已经有超级多的装备可以合了。我操，这合的是真爽。现在的话，由于他们抢我们这个次数应该也抢了足够多了，我们应该是被所有人抢，因为我们抢得很猛，一开始就把他们所有人都抢完了，所以最后他们刚刚抢了我们很多波，我们现在应该也被抢完了。现在结果就是，应该就是只能挖采采矿，不能互相掠夺了。好，全场最佳是昆西塔，掠夺晶石最多也是昆西塔。好的，我起到了这个全场最佳的这个。幕后冠军奖，还有这个指挥奖，好的，自我安慰一波，然后
真三星搞起来，哇，可以合两个，舒服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整点参与宝箱，天天幸运礼，大哥，你快点吧，能不能领快一点？胡二星进阶，这个东西，我觉得这个自选，搞这个吧，这个我记得还比较缺。情缘副本，大哥你别带我打情缘啊！这个好像就是选他，我就差这个东西。好，红两星的十一阶，哇，榜元，哇，元宝1.4万，又有1000块钱，又来了1000块钱，我擦！我想看看我们现在有多少钱。我高阶妖灵38000，日月精华，好，看一下我们现在有多少钱，有6600，哎，也不是很多嘛。来，继续领取，哇，领完了。我终于领完了，充值到账，妖灵兑换结束。啊，刚刚妖灵结束，妖灵兑换那个我没有看到，我应该是有很多积分留在那里的。我好气，那个积分是不是给我变成这个卷轴了呀？就是之前那个500多的那个卷轴，应该就是那个积分，他可能把我没有用的那个积分都兑换成这个卷轴给我了，应该是这个东西啊。现在，哇，完美，开一开龙脉争夺，哇，开一开。把这些能用的再使用一下，OK 啊，我爽了爽了爽了！注意礼包还不能用，把这些艰难再吃一下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丹牧羊灵丹吃一下。刚才有一个命格，我看一眼，命格分解。这里它有一个自选的命格。我看一下吧，撼山自燃，流火抵御，流火，撼山。您撼体的话，是这个撼山吗？这是双属性的。这个我们其实随便搞，我们不缺这个红的，我们其实直接可以兑换一下，我们可以兑换3个红色的，其实。但是这里最主要是这个合成的素材没有，这合成素材太缺了，所以这里我们选一个抵御吧。抵御应该是没有的。好了，能看一下弹幕吗？仓库里的东西拿出来用一下。仓库里的东西已经都拿出来了，之前都拿出来了，基本上没有什么可以用的了。首先，然后其次，我们是不是准备花钱做一下抽奖呀？